9月14日晚，姜恩俊通过微博晒和萧蔷合影，并称18年后的再次相遇。两人18年后再次以电视剧《小李飞刀》中的李寻欢和林诗音的造型同框。照片中，姜恩俊和萧蔷分别穿着白色和紫色古装服。18年过去，岁月没有在两人脸上留下过多的痕迹，依然十分养眼。此照片曝光后，勾起网友回忆，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表哥还是那么帅，表妹还是那么美，真好，是跟李寻欢的重逢，有生之年。”焦恩俊眉是眉，眼是眼，五官分明，天生一副正义大侠相貌。展昭、白玉堂、李寻欢、朱寿、二郎神，无一不是英挺潇洒、斯文俊美、名声在外的美男子。如果别人都是通过扮演角色给人留下古装王子的形象，那么他完全就是为古装王子而生的。1999年，焦恩俊与萧蔷、范冰冰、贾静雯主演古龙武侠电视剧《小李飞刀》，焦恩俊饰演李寻欢。那首歌那年也是传唱大街小巷，这又让焦恩俊的演艺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度。